当你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，曾经的一切真的那么容易忘掉吗？少爷长到三岁还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，都说少爷是个白痴。既然回不去原本的世界，那就让自己过得自由一些吧。不管前面等待我的是怎样的命运，我都将好好迎接并享用。